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什么？啊，我们可以让那个上半年的新人，然后都给他们招待券，然后那些新人他们一年以后，如果他们还是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那他们就可以拿这个招待券，然后带他们的家人一起来我们饭店免费入住，这样子。 饭店就会是一个可以招来幸福快乐的我们的凌霄饭店。这个主意还不错，让那些亲身体验的人当活广告，或是网络谣言。没错，你说的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免费的招待券。招。 小心！啊，赵子墨，你也觉得我的想法很棒，你觉得我很棒，对不对？ 我还要，喂，夏天晴，夏天晴，就是那个周子墨，喂，喂。